这辆无轮车就在我的身边。声称能够轻松安全带你避开交通挤塞的就是这款悬浮车了，形状成个 donut 咁，两边车门打开，座位有两个，按一下掣，悬浮车从空中升起一至两尺，再透过操作器控制车的方向。浮动的原理是运用了电池悬浮技术，升高了加上窄小的车身可以轻松避过车群。另外悬浮车亦有自动驾驶功能和声控导航系统，同时安装了安全感应器，能够根据行驶速度和周围车辆的距离计算最安全的行驶距离。车厂话呢一个设计系收集咗网民120,000个构思，将佢哋集结而成。虽然呢一架只系概念车，不过外国有大学喺2011年已经成功展示以磁场锁定量子超导体产生悬浮嘅现象，话唔定喺不久嘅将来真系会有悬浮车出现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张淑慧报道。